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，因为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，那因为我们还有事情要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整理房间的部分，就先，那今天我们整理房间的部分先说，那我们今天整理，那今天整理摄影器材房间的部分先到这里，虽然这应该只是1/10吧，这一个小角落而已，那。就希望可以快速把我们的房间整理干净，让它变得更整齐、更开心，看起来心情更好。好啦，就这样。